哎、欸，子龙知道怎么玩啊？你有看到两？你不能一过去就开灯，你会被吓死哦。你过去的时候你要先听，如果听到呼吸声就关门，听到脚步声就开灯，听到脚步声就开灯。对，呼吸声非常小声。没有声音就可以开灯了。对，没有声音就可以开灯。原来是这样玩啊、哦！这床铺你就是直接开了，不用管。床铺就是。正前方那个我要怎么玩？因为我还没玩到那边，所以正前方那个你不知道怎么办。对，就是。所以正前方只要出现我就等死，对不对？你就是要干对个屁！你就是要死。妈的，那有没有胶带把耳朵粘起来？这样我才可以听得清楚一点。你们想要被吓着？来，我声音把它调再大一点。老师、欸，要吓大家一起被吓。哦，要吓大家一起被吓，这声音绝对是七倍的声音。啊靠北！等一下，我关了门以后，如果听到呼吸声，我关门之后我要干嘛？关完，然后就直接离开。对，就直接，你不要开灯，千万不要开灯。有人说我刚来去，不先说。我想说，我听到呼吸声，我就关门嘛。我想说，关门他应该走，我就开灯看看我有没有听错。等一下，我想把这个声音调大。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我声音调大？这声音应该是可以增量吧？我觉得我刚按这个应该很多被吓到。按下去嘟噜噜噜噜噜噜，然后因为我调麦克风声音是乘七倍，所以应该你都没吓到。好啦，想吓我、哦、先把你们吓一遍，声音真的超小声。哎，会不会故意用我？不会不会不会的，你听听看，真的超小声的，你陪我玩完这一关好不好？不要不要不要！不是你，没有我要你确定一下，他声音到底是正常不正常？反正你还没开始嘛。干，不要怕啦！干，我都没在怕，你怕屁哦、喔。哎、欸，好呆。我头好怪怪。我干。可是他声音很小啊。干，你们觉得声音太小是不是？好，我他妈把这超大的哦、喔，呼吸声吧。我干干老师。不是我要做。是不是很毛？不是、啊，什么声音都没有，都没有啊！对啊，什么声音都没有啊！我才被吓到啊！哎，我这个，我去北西哦！他那个不是呼吸声啊，他就呼呼。剩一小时，剩一小时，真的要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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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过。我玩不下去了。鼻子是干嘛的啦？按鼻子要干嘛？你说按鼻子那些东西才会走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每次去一次都要按一次鼻子吗？